Hello， 爸。陈浩，你最近好吗？我还好了，你呢？你 OK 吗？我 OK 了。伊登呢？伊登也好啊，他刚考完 BSLE， 现在在等成绩公布。哦，对哦，他明年就要读中医了，他考试应该没有问题吧？啊，对了，爸，你的背痛怎么样了？有吃药吗？有吃啊。对了，爸，记得我们上个星期谈的事吗？你觉得怎么样？唉，我还不想走。爸，你想一想，你房子一卖了，我们可以安排你去老人院啊，那里有很多人可以照顾你的，这样子每个人都满意啊。你不用担心，我每个星期都会来看你的。你妈刚走不久而已，我还需要多一点时间。Come on， 爸，我们这次真的需要你帮忙，房子的钱真的会帮到我们。反正妈都走了，那里也没有人照顾你啊，你说是不是？你妈已经不在了，可是这里还有很多人，他们都会看着我的，你放心。爸，你就这次帮我们一个忙都不可以吗？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你懂吗？虽然你妈不在了，可是对我来说，她还是在这里。我不是神经病，也不是老人痴呆，我有的是关心我和我关心的人。人都走了，家卖了就算了，为什么你就放不下来？你宁愿留在那个垃圾，也不要帮你儿子。你很自私嘞，你懂吗？你的坏习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把我当成儿子吗？换成是妈，他一定帮。哎 ，Uncle， 哎，阿丽吧，哇，你 cook ready 啊？哎呀 ，I just ordered， 我能直播用吗？干 ，You finish 啥米啊 ？Long time no see you 啊 ，lu belanja saya langka di lah。啊 ，if I belanja you 啊，你 jangan last minute jangan datang 啊。Saya mesti datang。Uncle， you know we all here know each other for very long already。If you need anything, just let us know, okay? Ah, okay lah, okay lah. I don't disturb you already. If you still hungry, just come over, okay? Okay, okay. Terima kasih lah.